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安利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的苹果充电线，叫 Anker。我先说我没收他们家钱啊，真的是因为这根线给我太多的惊喜了，所以我实在忍不住做了一期视频给你们。我们从包装上就能看出这和淘宝上10块20块的充电线不一样，真的是包装界的一股清流。掀开这层硫酸纸之后，里面竟然不是一根充电线，而是一个手感超级好的收纳包。这个收纳包是有磁力的搭扣，里面就是用魔术贴固定的充电线了。这根线据说是用聚酯纤维和捻线的编织工艺，看着就比苹果原装的线结实不少。同样是受过苹果验证的充电线，所以在连接上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平时觉得线太长的话，可以将一部分收起来。黑色的接头和手机前脸搭配起来并不显得突兀，而且接头与线缆的连接处，官方称之为是软硬塑胶同时保护。你说人家都软硬皆施了，你能不服吗？最后说一下价格，国内天猫上有自己的商店，一米长的线是108块钱，英国亚马逊上一米是11.99磅，两米的是12.99磅。好了，没时间说话了，视频要结束了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